陆小白，年方20，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正当职业，不如你跟我回去。住沈家？对呀，你入赘沈家呀。啊？你们家沈阳旺，地大人横，脾气暴躁，人家图的沈家这钱，做我们沈家的女婿是他的福气。难道你就不生气不愤怒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近年来衙门羁押的旧案悬案颇多，军爷一定要尽快将死人缉拿归案。你的武功真的很烂，不过非常勇敢，是个男人。我喜欢钱你喜欢吗？我喜欢浪你喜欢吗？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的笑，喜欢你的一切，一切。我病了，让我靠一靠。那就先靠一会儿吧。小姐出事了！没想到这里面也这么香滑迷人。我知道沈君夜在哪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